点点点点点点啊，竟然点点吃烤鸭。请求集合。他拿那个野怪，我忍不了。那你这不是死了？开什么玩笑？搁那打，怕什么呢？往前走啊，老哥！哎呀，你这，哎呀，真的干得漂亮！全灵盖一剑打！哎，你，我不要看到钟馗啦！我不要看到钟馗啦！好烦，那怕什么呀？我大了！哎，你拜拜！哎哎喂！那就打！啊，谢谢你，好吧，韩信。我真的爱死你了，好吧？狭路相逢勇者胜。哎，逆天，哎，逆天这，哎，不是我这个锅闪过去，我其实我，没什么好说的。乖乖。看都没看到他，左带他飞，左一口，黄牌定住，拉过来，点死一个，还可以输出，输出不了，我有点痛，家人们再见了。入口被卡住，小辣头被闪现过去，哎，怎么还有一个？哎，也行。好，这一波注意我的大招，我的大招中了，他切我，怎么说？我闪现过去补伤害，一直在输出，一直在输出，还在输出，兄弟们！叠个什么？还能打不？叠个被动，开一技能，开主任，开二技能，全部能扫，我一直在输出。他是不是白给？猜一下，哎，好像还是一波了。行行行。